我老十四不是怕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究竟把若曦当做什么了？呸呸呸！别赔了，别赔了，我没忘啊！不想说。感谢你把如此纯净的心和一张干净的脸留给这个舞台。真的是特别好的，让我们看到了充满感染力的人物。你怎么演怎么对，怎么都对。